这一颗是北极星，然后北极星往右上两颗，上面三颗，哇，这要差很远。右边二三二，三三三三。这看出来三三三吧，但是这三颗写的很明显，这三三三三，好，倒是爬到这里了，然后右上角就是了，这一颗就是了。下猫碰上死耗子的，看起来没有彗星的感觉。这星星太多了，云太多了。大概在这里，反正都在这里面吧，但是就是找不到啊。要不要换个镜头？我从线路座一直找，找过到这里了，然后旁边是一三一。三一，对，一三一，右下面是三一，三一啊，三一过来，三一右边是二一二一，二一二一，漂亮，已经到二一二一了，这两颗就是啊。哇，现在在云里，这两颗就是这两颗，这两颗，然后旁边，看来右下有一颗被云挡住，云快散了。哇，后面云都散了，有机会了。确认一下，二一二一，二一。二一二一啊！看到看到看到，在右下角那里，右下角这一颗被云挡住了。现在正中心就是了，确认一下。二一二一一二一，有没有？有有，现在出来的这一颗就是了，正中央这个雾的这一颗，没错。这一颗就是彗星了。好，ISO 拉低一点，十万，先十万看看有没有。来，好，ISO 再低一点，五万一千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这是用录影的方式，所以它看起来跟外面人家拍的彗星不一样。
我把 ISO 拉到最高40万。还是5万1000的就好了。我从那个信透座开始找过来，因为信透座跟它的位置大概，高度不会差太多，所以我只要水平往右边移就好了。然后双头。用双筒望远镜看不清楚啊，左下角有北极星，要不要试着去把北极星找出来，然后拉过去确认，会比较好。我来找北极星哦，用肉眼应该看有看到，好，北极星。1 2 3 1 2 3 1，左下三颗斜的，三颗 Z， 对，三颗斜的，下来一颗，它下面就是北极星，这一颗就是北极星，对，所以没错，确认的，这一颗是北极星，然后北极星往右上两颗，上面三颗，哦，这样差很远。右边232 3 3 3 3，这看出来333吧？但是这三颗写的很明显，这333，好，倒是爬到这里了。然后右上角就是了，这一颗就是了，27202013。拿近，然后至中，调亮度。好，我的彗星拍出来跟人家都不一样了，这是用录影的，无所谓，再1.5倍，它的彗星就是比一般星星要再雾啊，用录影的方式的话。首先，这一颗应该是北极星的。反正它最亮了。再根据刚才的方式，二、三、
咪，来来来，在这里，三三三，然后上面这一个，很好找啊，为什么望远镜找不出来？然后再艾索拉蒂，哎呀，很好找啊。从望远镜看啊，就是一团雾而已。他只看到右下角那一颗，然后接下来他是一团雾，跟那个噪点一样。啊，找到了，可以。算是这个彗星的任务解决了。我本来想要12点再上来，现在才几点而已。现在8点多，9点了，收工回家，拜拜。